珊妮将在28日带着全新作品回归，而近日他们也登上 Key 主持的综艺《惊人的星期六》宣传。在释出的预告片可以看到，主持人透露明豪看着 Key 对着韩海做的事情感到心痛。对此明豪说道，感觉他每分每秒都在遭殃，并承诺今天录制节目会守护韩海，让 Key 傻眼表示我就看你多厉害。说看着许久没上综艺非常紧张的泰明， Key 也忍不住吐槽什么时候录影才能比较自在。而在游戏过程中渐渐露出本性的泰明也让制作组表示东炫和泰明正在进行镜像治疗。再看到敏豪、韩海、泰明、东炫之间火花，也让 Key 忍不住表示：“那我算什么？我有什么罪啊？”久违的和成员们一起上节目，却被排挤，让 Key 超级委屈。